不写太子写完的话，就上面一二三四，你们做一下，当时出来写。他就是说你要看，比方说第一个是三四拍的，他没有画小节线，你要把它画出小节线来，也把上面写一二三写下来，等于去辨认哪一里小节线，哪一段是小节没。下面的一二三四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那就四题，那谁愿意出来写？这不能一个一个来的，所以讲 OK 好，成功吗？就要抢的啊，要机会 OK 好，那个待会先放写第二，待会等写完一个，加油加油，好，有红的，我们曾经有同学哎呀不敢上来啊，每次做课堂一二三也是，后来我们就叫他一定要上来，因为他不明白的时候，他上来他就明白了。一二三不是，一二三。特别是到后面的课程。你应该一二三就这开始一二三，然后呢，一二。你等着就叫人家让他自己做。没有，我就让他上去，这里第三排开始。OK， 这里一排开始。一二三。那谁愿意做第三题？好，不错。还有机会，他上面同学还有机会，有别的练习的。大家做到吗？都知道做了，没有做不对了，没有了。OK， 那谁？你要出题啊？不是打拍子。哦，你也对。先大家一起打，然后待会再站起来一个人。对，第一个。那他做的人先打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打，对不对？就不是做的做完了，就没做的。OK， 谁没出来画的，愿意
站起来打的。好，那个人。打第一个吗？准备。1, 2, 3, 1, 2, 3, 1, 2, 3, 1, 2, 3. 再打一遍。你先讲一二三，先开始。你先从开始。分出去先预先来。就打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不是，前面先一，先喊一二三，开始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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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反过来了，反过来了。是第一是三吗？就是先喊一二三，不打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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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。最下面部分写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是第十七页的中间不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的？对对对。那个完成了，那个很简单，那个很简单。OK，very good。很简单，但是就要打了。对呀，对呀。也打一下是吧 ？OK， 先从简单的来打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应该是从简单的，因为刚刚还有人问什么等等啊，我还以为你们还在做这个哎，哇，大家都已经到那儿去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太快了，我们就从那一直往下打吧，好好，最好是不同的同学起来打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刚才刘芳打的是最下面那个，上面那个那个不要打，应该先倒车一下，对对对，十七页的中间第一题。身上打起来，站起来。好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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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。最后一个小节，一二三。对，最后一个小节哈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人起来打？同样的。好。第一个。下面哈，
十七页最下面第一题呀、啊，第一题刚刚刘芳打过，还有哪一位？没有打过的，我们有没有打过的？你逃不掉的 ，OK？ 你逃得掉前面，也逃不掉后面的，我绝对要你起来的，啊、嗯，因为我要 make sure 你完全明白我们在做什么，啊、嗯，你逃不掉的，谁好？好，好，来问哪一位？第一题再来一次，哪一位？你没有站起来，我要叫你喽。后面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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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中间尽量不要断掉哈，尽量不要断掉呀。好，第二题，谁没打过的？那个杨华，后面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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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。哦，好。还有后面哈。后面那个刘师母后面，Alan， 我不会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站起来就会了，对对对，站起来就会了，对，对，打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那你先打一遍，我们一起打，好不好？这个啊，对，没事，喊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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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自己来一遍？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哈。我看不见，我也是。我也看不着，所以我再看一遍。看书，看书，第二个，看你书的第二个。一起来一次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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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我慢慢学吧。好，还有哪一位金福记要不要试一下？第几题？第三题。三个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
二三，一二三。对，你们。好，还有哪一位？可以试一下。哥哥没打。哎，哥哥。对对对。他危险一点，举手一个。多打一点。多打一点。三次。三次好高。那你会问说这个是干嘛？这就是节奏感，节奏感。所以节奏感强的人哦，不会 mess up， 就是在这个敬拜的唱歌的领域里面。那你说我这个节奏感跟我唱什么？你刚刚打的拍子就是你在唱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看一下教材，好，我们看一个哈，我们看一下教材，比如说。我们来找一个三口，找一个简单一点的，看看。嗯，75页好了，75页，爱何等大，好，75页教材，爱何等大，只有两行，这是最简单的敬拜歌了。找到吗？找到吗？白本。考考大家，这个是几拍啊？四拍。44拍是什么意思呢？四分音符为一拍，你讲这里有四拍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那如果你不看这几个字，什么嗨何等大，恩何等深，我们就光打拍子。OK。是不是？嗯。还是说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写一下？明白吗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第一小节哦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对呀，一二三四，对，然后呢，第二小节呢？一二三四，好像有人不太对，哎，再看一次哈、哦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是两拍嘛，所以是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第二小节也是一样啊，对，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第三小节呢，一二三四，第二第三小节怎么打？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已经是喊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我看还是写在这里比较好一点，我这笔不行。写这里。那我还写毛了。哎，用这个好啊。我这个好。三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
然后这边也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从那个点儿，它就点就是四了。从点儿那里。但是不出来，不出音，它是后半拍，对，第四拍的后半拍，对，然后才进来，对对对 ，OK， 然后这边呢，一二三二三三四，好，所以这怎么打？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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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。爱何等大恩，何等深，主如此爱我罪人。爱怎么样？大恩何等深，我要永远赞主恩。这两边都是一样的，就差了一点点。差一点就差不够啊，站起来就不对了，对吧？对，在拍子上，就拍子的形态是一样的。唱比较容易，打就比较说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哈？就是说在节奏上面，因为很多人他们节奏不行哈，那他到时候唱歌的时候就唱错了，嗯，然后整体就会受影响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有个人要上来写。写一二三四。好，试试看哈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下面也不容易，你们可以自己写哈，自己在下面写，看你的答案跟他们是不是一样。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哈，就是当前面有人在写的时候，你就自己在下面写。你用铅笔也可以哈，这样可以回去擦，用圆珠笔都擦不掉。我们这里都有铅笔的，上个礼拜都有跟大家讲了，想要铅笔可以自己来拿。第一行刚刚讲完了，我们看看第二行哈。第二行是什么？一二三四，然后嘞，一二三四，这 OK， 这都一样。然后到这边嘞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还好，并不难哦，就跟这一样吗？是一样吗？一样。差的跟第二拍不一样，第二拍拍是的。一二三四，对，所以其实是一样的，形态其实是一样的，这两个部分其实是一样，大家注意没有？但是它写的，你看它在这个音乐里面，这边写了一个八分音符，两个八分音符，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就是第三小节。一二三三四五六七，第三小节跟第七小节的不同在哪里？第三小节跟第七小节，对，两个半拍就变成一个四分音符了，对吧？所以它第三小节它是三个，它是两个四分音符，第三个是一个一拍半。所以我们在研究这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哈，你如果这个会的话，你就会唱了，是不是？这首歌你也会唱了。那第七节为什么他要把连一块儿啊？不同的音呢？他把分开，每个都是连贯了吗？每个都八分之一不就
每个都八分之一的话，那么唱起来就不一样了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一个字，两个音。对他，因为他要跟他下面的 lyrics， 就是他的字对齐。一个字，一个字唱两个音。我要，我要永远赞助恩，对不对？我要用，就不用打唱是吗？用两个字，两个不同音。它变成，如果你变成那那个字怎么唱？变我要，我要永远赞助恩，是不对的。我就要，那叫就要。我就要永远赞助恩，那你作曲啊？感谢主，所以这个就是作曲的人跟这个的哈差异在这里。这样可以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又继续回到十八页哈，乐理自学指南十八课，二四拍子喽。现在进入到二四拍子哈，二四拍子就是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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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花一点时间做一下十八页，待会我们要对答案。休息五分钟，就去洗手间的话，都会去一下。楼上楼下都有厕所，楼上只有一间，楼下就不用等，楼下有三间。有没有喝的水啊？有，楼下有喝的水，有杯子的，但是他楼下那个冷水可不可以？它可以装水的，对吧？还要跟你说一下。对，我也是想。对，一直都下来，不然不对。对呀，不然不对。给他下个小。我也是，我还帮他发小约号呢，他已经有。我说最后一个，他就让你告诉我们这个这个是这几节是什么开，然后有一个第二个是第三个。吃啊？没有，今天没带。我这还没搞清楚呢，这个叫做啥叫啥呀？这个他就是告诉你，他这个是多少拍？是四四拍还是四三拍还是四二拍？那他说这个两拍呀？那我这个没有，这个要两拍，这个不是不可能两拍。你想，这一个都带了四拍，怎么可能整个是两拍？不是，那这怎么？这不是一拍吗？这是两拍。这是两拍，这是两拍，这是一拍，这一拍，对不对？那说明这一个小节里有几拍？一共四拍。对啊，还有四四拍啊。嗯。那就它上面写字儿，有个四四，就这一。好像写那个。对，就相当于它这里没写嘛。看，它这里没写，这里写了，下面这边两个都写了。那就有三拍呗。对。那下面也是。也是四吗？对啊，总是它总总。这是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对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怎么打？这是三拍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对啊。黑的四分之一。
一大角的音。那这怎么的？就是二的，还是一个音符是吧？这个按那个四拍的话，但是按四拍的话，这个就是，这应该是接一点，对对对，诸如此，诸如此，安乐，对，这是四拍，就是一二三，这个音符跟那个拍子其实就差那个半拍子。对，